杨丽萍怒对金星，我就是喜欢你，不可以代替我。金星向来不是个软脾气的，我何德何能可以代替你，但规则就是规则。2013年，金星和杨丽萍在舞台上吵翻了天，两人都作为武林争霸的导师，因为一个选手的去留吵得不可开交。一对舞者跳完之后，金星直接就气冲冲地说不通过，但是你抽到的选题是爵士舞，跳的却是现代舞，所以我不会给你通过的。但杨丽萍却不乐意了，为什么非得要爵士呢？他自己哪去了？我反对这种把一个人弄过来弄，一会儿是西班牙，一会儿是爵士，我不喜欢这。金星不服气了，杨老师，我们做的微商必须得评判，要不白拿这个工资了，我们就是做导师评判的。话说完还气呼呼地加了一句，这段舞就是跳得不好。杨丽萍也生气地说，我就是觉得跳得好，我非常喜欢。金星怒了，那你给票，我不给票不就完事了？很简单，还给了杨丽萍一个白眼。没想到话说完，杨丽萍狠狠一拍桌子，我就是喜欢这段舞，怎么了？金星忍着自己心中的怒火，他们是好舞者没错，但跳的不是爵士舞，规则就是规则。而在一旁的观众岛倒是响起了热烈的掌声。不过金星最终也没有妥协，大家对这件事怎么看？欢迎评论。